前是一座模糊的月季，模糊的雨点落在不知名阶梯，读着手机最后一条你的回信，有点麻痹，告诉自己等会过去。远处的他他上面有可能欢声笑语，这里都能听见，谁动了他阴执念，还是打给了你却没钱。帮忙评论转发，然后点赞哦。